现场来了四组让我们觉得非常甜蜜非常养眼的甜蜜搭档，首先请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欢迎他们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林采臣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兰迪，我饰演的是聂向倩。听出河南味了。林少倩。我是聂小倩。眼都傻了。好，接下来哇，大热剧我们司腾的两位来了，请做自我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今天饰演的是后羿。大家好，我今天饰演的是常小娥。我应该说后小艺。后小艺，常小娥。对，都是那个迷你辈的哈。这是我们这个司腾里面的司腾和秦放，我们欢迎我们的甜甜和冰冰，欢迎两位。欢迎欢迎。欢迎，下面这个是考验主持人是不是一级甲等的时候了，史密斯夫妇。大家好，我是史密特宗。大家好，我是密斯坦。密斯坦怎么像一个那个酱啊，什么调味酱？密斯坦里面要放的不是酸菜我都不答应。那接下来的这是一组，这是怎么介绍？大家好，我是樱木小道，这个听起来好像记者。小道消息，樱木小道，大路不走，你走小道。我是赤木心子，我们是大确信。好，今天是这样。开场表演最匪夷所思的是后羿夫妇。嗯，怎么说？他们就是那个，就是看月亮爬上来。看月亮是这样，一般情侣就是这样，这样指一下，那边指一下，他们是搂着指的。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心里想着你的。因为本来彩排的时候说好是从这边往那边指，然后甜甜一下从这边往这边指，所以我就动作就一下拧，把它拧了一下，变形了是不是？